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对于每个人来说，能在平静的生活中去冒险一次还是很难忘的。海上冲浪就是一种冒险的运动，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，但作为一个冒险活动，在海上冲浪是有风险的。对于一些生活训练的人来说，在海上冲浪自然不是难事，他们成功的掌握了方法，能够在惊险自己的同时保障自己的安全。但是对于这些没经过训练的人来说，直接前去冲浪是不可能的，那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科技产品，为了能够让普通人可以体验冲浪的刺激，国外的公司专门制作了一款冲锋衣，它的外观像个马甲，只要你穿上它，不管你会不会有用，都能够在海上畅快的遨游。为了控制方向，这款冲锋衣将牵引绳子挂在游艇上，这么一来，在游艇的牵引之下，会使用者能够畅快的享受冲浪了。这款冲锋衣的名字叫做 Smartby， 是一家叫做 Spartstufe 的公司制作。之前投过一款产品，是想让更多的人体验海面遨游的感觉。使用者在穿上冲锋衣以后，外表会变得像企鹅一样可爱。不过稍微有点肥大的设计也给使用者提供了除重的福利，能够充分的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所以这款冲锋衣也可以当做救生衣来使用，充满了气，只要你老实的在海面上，就不用担心溺水发生。不过这么一款产品不能够保证你比较在海面上潇洒的冲浪，想要像冲浪选手一样潇洒，还是要一段时间的练习的。不过即使这样，这款产品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冲锋衣专门设计了护手，用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。当然了，你在海面上玩耍够了，只需要脱下它，安心到岸边上玩耍就好，自己丝毫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大家对于这款冲锋衣有什么看法呢？想不想来试一下呢？好了，今天的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